Hello，大家好，今天这期聊天呢，希望能帮大家多一个思路，做好自己的人生选择。最近真的特别有感触，我和几个同学聊天嘛，大家都是25、26、26、27的年纪，都觉得现在越来越有那种真的卷不动的感觉，因为觉得自己再努力也不如家里有矿，你再乐观吧，也慢慢会觉得这个世界上就是有很多的事情是你再追求也没有办法实现的，觉得自己再豁达，在现在这么有限的资源面前还是要和自己的好闺蜜，然后好朋友来竞争。前两天就和我们实验室的一个师弟聊天，他就说他体检的时候检查出来了肝囊肿，刚查出来的时候呢，其实是不知道恶性还是良性的嘛。因为我们本身就是研究 cancer 的，有时候你懂得多了，可能瞎想的就更多。他当时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就觉得天都塌下来了。幸好呢，这两天新结果也出来了，没怎么变大，然后也松了一口气。然后呢，他又和我说："师姐，就是这个事情一发生在我身上之后呢，我就有一种顿悟的感觉。我开始觉得很多的卷都是非常不必要的，也开始在怀疑中慢慢认识到自己，就是这个科研是不是就是真的太苦了？可能确实自己不擅长，就是感觉有那种非常吃力的感觉。听到他说这种话，相信身边的很多老师呀、家长呀，还有很多同学都会劝什么“坚持就是胜利呀，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呀”，还有就是你已经付出这么多了，很快毕业了，你就能功成名就了。但是现在呢，我是不会轻易劝人吃苦了，因为我本身就觉得很多苦都是大可不必的。因为是这样啊，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天赋都是不同的，有的人就是聪明，有的人就是擅长交际，有的人就是能静下心来钻研，而有的人呢，就是有很多的创意。那如果我们选一个不擅长的，就是在硬着头皮吃苦，在一个错误的赛道上使劲努力，即使你拼尽这个全力奔跑，也会觉得非常费力，并且非常有挫败感。所以当时呢，我就是那个站出来劝我师弟说啊，当然仅代表我个人观点啊，我说我觉得你的天赋可能更适合做一些什么销售经理呀，或者呢是在国企里面工作。和他也说了一些我的观察和理由。所以呢，如果是有同样的困惑，觉得卷不动了，或者觉得现在自己在做的事情非常吃力的人，真的很建议大家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自己的天赋在哪里，怎么呢才能让自己已经有的特质和资源给自己成功助力。下面分享一些我觉得很好用的方法吧。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去找一下自己在做哪些事情的时候呢，觉得这个时间的流逝是最快的，自己也最能沉下心保持专注，当然这个娱乐除外。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找一下自己从小到大，自己因为哪些事情受到的赞美最多。比如从小就是班级里面的好人缘的那群人，这说明可能沟通型的工作比自己去单打独斗的一些文案做研究的工作更适合自己。比如说你演讲答辩的时候总被人夸，那就可能你这个表达型的工作更适合自己。那第三个呢，是找找自己有哪一些的绰号。比如说我之前就有同学被称为这个实验室楼交际花，他之后呢也没有选择做科研，而是去一家大公司做了销售，做的也是非常的得心应手。那第四点呢，就是多和自己现在这个方向差距非常大的，但是自己非常崇拜羡慕的人交流，重新去思考自己适合什么，重新去找天赋，有时候是有一点点不被理解的。比如说父母那一代人吧，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转行过，甚至一辈子都待在一家公司，在他们那个年代呢，安稳这两个字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有时候追求的改变和机遇，在他们的眼里呢，就是冒险。那这时候呢，其实多和自己现有圈子外的人交流是非常有帮助的。他们往往能看到我们自己都看不到那些天赋，那些我们身上的闪光点。那好啦，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啦。祝愿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天赋，我们下期见，拜拜。